看到这名患有这个透纳氏症的女子不容易受孕，这个如果怀孕的话死亡率会高达八成，不过她还是坚持要替丈夫生个小孩。小女婴躺在医生怀里发出洪亮的哭声，小小身躯不断蠕动，为了生下她，妈妈可是冒着生命危险。医院为了小女婴的明月之喜，特地买了蛋糕，全体一起庆祝。穿着红色上衣的奕勋看着女儿的健康模样，好感动。为了女儿，奕勋甚至愿意一命换一命，也要保住女儿。生产过程如此艰难，因为奕勋罹患透纳氏症。透纳氏症患者先天性 X 性染色体异常，只会发生在女性身上。患者身材矮小，子宫小，不宜受孕，心脏血管异常，怀孕期间容易发生主动脉剥离，死亡率高达八成。他真的是在我们的病历上写一个，我知道我怀孕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是我甘愿一试哈。他说我要给他一命配一命哈。她要为她的丈夫留后。结婚两年多都无法受孕，为了替丈夫生个孩子，即使医师苦劝，奕勋还是坚持人工受孕，甚至说危急时要救孩子，不要救她。所幸顺利产下女婴，成为国内外少见的成功案例。中天陈文辉彰化采访报道。